而家我嚟到咧就上水去睇风水，咁呢度咧就绿树成荫，环境都唔错嘅。我西南向东北咧要上山下水，咁啱啱好咧，你就前面咧就有山，有山咁。即是说呢就啱啱好配合返嗰个缺陷全港要化木嘅同时。呢个条件嘅呢就将外间嘅吸咗入嚟。譬如有水嘅地方啦，呢啲水嘅地方可能佢就会吸咗入嚟啦。吸咗入嚟之后呢就对呢方面唔係咁好。